智慧型越野缓进系统提供五种地形模式，自动调整 Torsen LSD 中央限滑差速器 ATRC 主动式循迹防滑控制系统以及液压刹车系统，让驾驶轻松应付容易打滑的路面及各种险恶地形。当四轮驱动控制开关切换至 L4， 按下 MTS 开关启动此系统，按钮灯号及仪表上的指示灯会亮起，此时可透过旋钮依道路状况切换五种模式。一、泥沙地形，适用于泥泞路面、沙地、积雪路面和其他易滑或脏污路面。二、碎石地形，适用于混有泥土或松动岩石的易打滑路面。三、凸起地形，适用于崎岖不平的路面。四、岩沙地形，适用于非常崎岖不平路面。五、岩石地形，适用于岩石地形。在使用越野驾驶系统时，可运用显示幕检视周围状况，包含车身、轮胎所在位置以及车身倾斜角度，协助驾驶掌握车辆动态。